弟兄姊妹，再次好高兴在空中可以见面，再次让我们低头祷告。为主耶稣，愿主你是再次是帮助我们，可能今天在五旬节，我可能纪念到教会的开始，愿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是继续的持守你所给到我们的使命，也都愿主你帮助我们来看到什么是叫最重要的，让我们在这个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更加能够懂得是所做的事情是取你自己的喜悦，再次为今天这段时间是献上感谢，恳求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愿你同时间也都见到是收看或者收看这个的信息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愿主你自己多方面的赐福，愿主你都是纪念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需要上有主你自己的心意的彰显，照着你的心意一切的成就，不同的需要的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填满，有病痛的恳求你自己医治，继续将我们每一个人再次交你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的牵带，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愿主你自己圣灵继续的加力，感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其实这几个礼拜我都讲了好几次有关犹太人的律法的历法，历法就基本上他们的历法是围绕着七个的节期，或者我去给大家看看这几个的节期。这个节期呢，即我自己相信其实每一个的犹太的节期跟基督教重要的教义是息息相关，我都接受了这七个的节期是预表耶稣和他的救赎。第四个节期是五旬节，其实是原来是叫做收割节或者叫七七节，就是七个星期，就是从初熟节那天开始计算，就五十天之日之后，所以就是为什么叫五旬节，因为七十是四十，是五十日之后，今天其实就是五旬节。大家未必知道耶稣在初熟节那天其实是复活的，所以其实初熟节是预表到耶稣复活，而期待之后有更多的复活。逾越节是预表到耶稣的受难，羔羊是预表到耶稣。弟兄姊妹，其实一切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个礼拜日5月24号，我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讲了40日后，耶稣升天之后，从门徒的言行，我们看到第一代的信徒有一些这样的基本的信仰或者信念，他们相信是耶稣复活，他们相信神国会降临，他们相信圣灵的洗，他们相信主必再来，他们相信主女合一，他们相信是主是听祷告，也都是相信神有他的计划。今天我要跟大家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来分享120个门徒，他们都是遵守了耶稣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第十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其实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地方聚集，也就是哪个家。其实我觉得是不紧要，紧要的就是他们都是遵守了主耶稣的吩咐，同心合意的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等候那日的来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跟着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接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因为圣灵降临，所以那日也都称为圣灵降临节。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有47章，即系咁长啦，咁多啦，所以让我首先俾大家一个超简单嘅一个大纲。在第一节至第三节讲到圣灵降临，在第14节至第40节讲到彼得的正道，而在41至47节讲到教会的生活。彼得的讲章呢，其实或者我给一个重点给大家，因为经文其实主要是出自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至32节，而讲题呢我会讲到会讲到耶稣是谁，目的是为主作证，而论点呢是耶稣是主呼吁的，是悔改和受洗。我觉得其实彼得这篇道呢很精彩，简单得来又直接，没有拖拖拉拉，不会说不清不楚。最后呢彼得有一个这样的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我相信讲到这个时候，那时是鸦雀无声，在场的人都是全神贯注的聆听。究竟什么是以色列全每家每户都要确实知道的呢？可能彼得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就这么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看到彼得好像一个的拳击高手，在适当的时机，在决定的时刻，他重拳出击。但这句话呢可能比一拳还要来得厉害，不只是宣告耶稣为主，他是尼赛亚，亦都是一个很尖锐、很直接的指控。其实我佩服彼得的勇气，特别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讲到这个政治观要正确，我们在心态上我们怕会冒犯人，我们未必是会讲话会这么直接，未必会是一针见血的。但是即彼得呢就有因为有圣灵的充满的缘故，即他有圣灵的恩膏，即彼得就是不怕。但如果即彼得真是一针见血，在场的人感受到，我觉得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他们听到耶稣是谁，他们听到彼得对他们的指控，他们觉得扎心，即他们被圣灵透过彼得讲的话是刺透了他们的心，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就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 What shall we do？彼得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那他要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向神的回应，悔改和受洗。我看到的也都有因着这样的缘故，有一个有应许，就是罪得赦免，可以领受圣灵。其实这个就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正道，第一个我们现在在英文经常叫的叫 altar call，
第一个呼召，亦都第一批嘅愿意接受，因为系信，因为系讲道缘故系接受主耶稣做自己个人救主嘅群嘅信徒。嗱，可能咁样嘅效果咧，系远超即系彼得可以想象。在第四十一节，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我相信即这班人来的时候是因为好奇的缘故的，或者来要凑凑热闹的。但是神其实呢，他有个意思是将这群人呢招聚到同一个地方，在那一天这三千人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在那一天，他们见证到教会的诞生，从此五旬节亦都是教会的生日。在那一天，对于这十二个门徒，我相信是非常忙碌的一天。那忙什么呢？你可以计算一下的。在同一天，三千人受洗，平均一个的使徒是要为250人来施洗。即系你可以睇到系佢哋好忙，同埋可以系好攰嘅。即系突然，即系多咗三千人，即系使徒点样处理啲大群人呢？即系有啲咩安排呢？即系点样系培训呢群嘅人呢？因为其实作为牧师咧，即系我对呢十二个门徒，唔系嗱十二个使徒佢哋嘅事工咧，其实即系有啲好混杂嘅一个感受嘅。首先，头先我讲过啦，系为佢哋觉得佢哋攰啊，亦都平时咧，亦都为佢哋觉得系即系担心嘅。因为咧，你睇到呢十二个啱啱其实咧系第一日当牧师嘅呢啲嘅使徒咧，其实系好攰嘅。一日里边咧系唔止系忙于施洗，而且咧之后咧每日咧系要平均要照顾250人啊嘅工作量。是其实好得人惊嘅。咁另外，我都系为佢哋咧系感到兴奋，即系佢哋竟然咧可以喺一日之内见证到啊，从120人嘅群众成为咗3000人嘅教会。嗱，我自己从来系未曾做过一间3000人会众嘅教会嘅牧师，我都唔识得即系呢啲所谓叫 mega church。这个超巨型的教会是怎样运作的？ 我肯定呢，即是他们应该有很多即是我觉得最初这群的门徒，我觉得使徒，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很多可以想出来是会振，很使人振奋的一些事工，可能是对这个社区的服务，帮助低收入的人士和弱势社群。我相信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路加对初期教会的事工有这样的描述，说门徒或者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擘饼，祈祷。使徒的教训呢，即当然就是使徒在耶稣所学到的，无论在过去那三年或者是在复活之后40天，耶稣对他们的那个密集培训呢所得来的一些功课来的。现在呢，即他们可以呢是教导这一群的新的信徒，而彼此交接呢，就是即我们讲即英文的fellowship 嗰个字嚟噶，即系团契啊，系有嗰只团契个意思噶。咁亦都睇到咧，即系门徒之前咧，佢哋三年嗰种嘅团体生活咧，亦都喺现今咧可以大派用场。即系我同自己讲，我话好好嗱，即系呢个讲到即系佢哋嘅事工咧教导嘅事工同埋团契嘅事工，我哋教会都已经有啦。咁或者我就问，即系我就问，咁佢哋仲有啲咩其他嘅嘢咧？咁如果睇落去嘅时候咧，发觉系冇啊，即系冇啊，就系呢啲咯。即系我其实系感到好意外嘅，因为咧睇到初期教会原来净系得呢个 teaching and fellowship，
即係淨係得教導同埋彼此相交呢兩個嘅事工。嗱，我問會唔會係因為呢即係教會係啱啱成立嘅緣故咧？啊，所以佢咧只可能咧係有呢兩種嘅或者呢兩個嘅事工咧。咁以後咧會慢慢嘅會增加好多好多咧。嗱，我相信喺即係開始嘅時候咁樣嘅安排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以後咧，就我覺得。如果淨係得呢兩個嘅即係事工咧，就未必係咁理想嘅。而另外咧，即係佢哋亦都需要啊呢個嘅使命宣言啦、異象先宣言啦，當然啦，唔可以少咗嗰五個嘅標杆啦嚇。嗱，我相信咧，若然即係使徒佢哋最初即係喺呢個最初做呢啲嘢啦，如果就係今日咧，淨係得呢兩招啦，肯定啦。是行不通的，一定是不足够的。那为什么，就是我意思说，你好像突然有声音 是挑战我对这个的，就是教会增长的观念，就是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行不通呢？为什么不足够呢？那时候我感到好像就是如梦初醒，我发现我之前对成功或者教会的成功的观念，其实呢是未必是正確的。我可以看到呢，即使徒呢，即他不止呢是之後，即意思說呢是有三千人信主之後呢，即他沒有做很多一些其他的事工，他甚至呢是之前呢也都沒有做了很多的準備的。即他們有做什麼呢？他有做呢就是等候神，他们有做的就是祷告，他们有很多个祷告，他们有做的就是信服到圣灵的带引，就好像我上次讲过，是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就是跟随圣灵的脚中行。我相信等候、祷告和跟从也都是今天教会是可以做也都是应该做的。教会初期就在即一日之内呢，从120人发展到3000人。那你看到呢，他们其实呢没什么技巧的。他没有宣传，也都没有做市场研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叫很吸引人的一些节目，没有一个专业的敬拜赞美的团队，更加没有一个明星级的一个的牧师。那我想是这个真的我们要思想。其实我们都希望，或者我们都愿意看到教会增长。我们希望，起码我自己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间是3000人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以为，往往我们以为是靠着一些 program， 靠着一些吸引人的节目。我们以为呢，我们靠着一个的，极之专业的一个敬拜团队，我们以为呢是一个的明星级的很有把握把本事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牧师讲道就可以做到这些。但其实呢，即我们没有，即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忘记了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讲什么呢？主耶稣其实就在这个使徒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要成功，教会要增长，不是靠我们的本事的，而是要信服到圣灵的引导，是需要到圣灵的加力。再一次说，现今的教会，现代的教会仍然要学习初期的教会的几个功课：等候神、祷告神、信服神，这个是不变的功课。另外，弟兄姊妹都不要以为方法和技巧是一无是处，不要以为是什么都不用做。我的意思就是有事工可以做，但是如果即是没有做好这两个，即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即是教导
同埋團契，教會咧其實仍然算係失敗。嗱，的確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啦，我關注到啊，如果有一日即係教會唔存在嘅時候，會有冇人係會因為咁嘅緣故咧，係感到若有所失咧？會懷念我哋咧？但係咧，我更加關注嘅就話，即係主所托付俾我哋嘅，我哋有冇即係有冇做得到咧？我都好關注嘅就係喺最基本嘅事工上，我哋有冇做得好咧？即上个礼拜，即我哋思想咗有几个题目，几个问题，最少有两个。今日咧，俾我系再加多一个。教会系咩嚟咧？教会信乜嘢咧？咁而第三个问题就系固有系乜嘢咧？今日喺呢段经文咧，即起码头先喺呢个第二章42节咧，俾我哋睇到即固有嗰、那个即个系乜嘢？就系、是、包括咗系有。直向的，即是说呢，从神而来，包括他的话语的教导，还有我们和他那个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垂直的那个的一个形式来的。而另外呢，在这里也给到我们看到有一个的横向 的一个的那个关系，就是信徒之间那个交接的那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而建立而得到的结果，是因智以智我们可以相交。其实那时候我突然就明白到呢，即大精即大使命那个精髓。大使命是什么呢？我们都讲，都很多人都会很熟的，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至20节，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会这样理解到，即我们成日讲话叫门徒训练，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的大使命的核心的意思，最重要的那个动词就是 make disciples， 就是使人成为门徒。咁即系成个就是即系点样成为门徒咧？门徒训练系乜嘢嚟嘅咧？有三个行动啊，去做咩咧？系要见证耶稣啊，为要咧使到人能够悔改受洗。我哋要另外一个咧，系要行动，要去洗系个作用，系让人咧系归于主名啊，归主名下。咁而呢个目的咧，系以致呢群嘅人咧系可以能够彼此嘅相交啊。呢、这个教吓，佢、行动要教，系要个作用咩？系让一人系唔知净系要学，而系遵守主嘅道。而且咧，唔止系遵守，而且系可以恒心嘅即系遵守嘅，系 devoted 吓，就能够系摆咗佢哋嘅心思，摆咗佢嘅时间，摆咗佢嘅精神，就系要能够满足到神自己嘅话语嗰种嘅要求。上个礼拜我提到两间好受欢迎嘅餐厅 ，Soup Plantation 同埋 Cheesecake Factory。第一间是因为一个疫情的缘故而倒闭，而另外一间是可能已经是重开。其实我会问，即为什么有不同的遭遇呢？可能我觉得会永远我都未必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呢，是 Cheesecake Factory 呢可以即作出调整。Soup Plantation 咧，佢嘅形式咧就系用一个自助餐嘅，就俾一啲人自己去攞啲嘢食，就系minimum service， 就系最即系最少嘅一啲嘅服务吓，就所以咧变咗系你可以明显睇到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呢个嘅员工同埋嗰啲嘅用餐的客人的接觸是相比是很少。但是呢 Soup Plantation 它只是用一個這個形式，就是說用自助餐給他們隨便去拿，吃完就走，就是那個這樣的一個的做法。
虽然食物系可能系好受欢迎，好多人中意咁样食，但系咧，毕竟嚟讲咧，系当呢个疫情发生嘅时候咧，佢冇办法能够继续一个用一个咁样嘅形式嚟继续嘅存活啊。咁但系咧，即系亦都可以讲啦 ，supplementation 咧，佢系唔愿意或者都唔可以能够作出任何嘅调整。但系咧，相比嚟讲 ，Cheesecake Factory 佢可以有 take out， 佢可以去攞走啊。亦都可以咧，係有啊呢個嘅送餐嗰個服務，但係咧 ，supplementation 做唔到呢樣嘢。亦可能同時間嘅原因，好多嘅一啲嘅公司，包括到 JCPenney、Sears 啊，當然已經係一段時間啦。啊，當然而家亦都講啦 ，Macy 呢啲啊，可能咧係會倒閉或者係快要倒閉。咁教會喺呢度學到咩功課咧？或者教会有啲咩需要要调整咯？首先，即系我哋要知道，走翻就系我哋最核心嗰个价值系乜嘢？我哋要知道我哋嗰个不能改变嘅一啲我哋固有嘅一啲嘅事工嘅，我哋必然要做嘅嘢，我知道系乜嘢嚟？我觉得从《使徒行传》嘅第二章。和第一章，即我觉得我们有几样东西，几样问题我们要问。我们是否忠于原来的使命呢？我们是否坚守固有的事工呢？我们是否依靠圣灵的能力呢？路加在第二章有这样的后话，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句说话对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现在这个世界呢，不怕我们，当然我不是说要人家怕我们，但是我自己是很难受的，因为我们现今在教会里面是已经很少看到有奇事神迹，我们都往往看不到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甚至已经有很多的信徒，也可能有包括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已经不再相信有神迹，亦都唔相信有神奇嘅医治。继续喺44至45节，佢话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我谂呢个亦都系一样，我今日可以从呢度睇到嘅，除咗系少部分人之外，现今教会就是少了这个这样的群体的意识，少了即是分担分享的那种的胸怀和那种的慷慨。在那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从他们的表现你可以看得到，他们不只是说是遵守到使徒的教训，他们不只是说要是彼此的交接，而是他们是活出了彼此交接的意思。他不是只是参加了团契或者小组的活动，或者里面有大家一起吃饭，而是呢，即你看到他们是互相是分享，而且是分享到自己的。这些呢才是教会才是得到兴旺的理由的。你都看到的是在第47节的尾节那里，他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现今
在美国教会不是在增长当中，而是倒退倒退当中。我都会问，即系点解？即系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咁若然，即系若然有一日，即系我哋教会系不再存在嘅时候，会唔会人系怀念我哋呢？或者我哋点解会到咗个不再存在？那個情況呢？使徒行傳第二章給我很多的啟發，你都看到神是使到用到即120人改變了當時的世界，由120人、3000人一路一路增長上去。我相信，我相信在主回来之前，或者我应该说，即你相不相信，即主在回来之前，神会是使用到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社区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们，再一次，不要忘记，等候神，祷告神，跟从神，让神是赐福大家。让我们再次是低头祷告。主要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不要忘记等候你自己的心意，不要忘记是经常的向着你的祷告祈求。恳求你都给我们有胆量，让我们知道你所带领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所走的方向，我们所做的事工，帮助我们能够有勇气的能够跟随。愿主你继续的帮助，愿主你继续的赐福。当散开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